聽機啊，冇冇冇 fix 咗，係啊，係。先可以邀請到 Lonnie Talk 上嚟做我哋今日活動嘅重量級嘉賓嘅，咁啊依個時候咁啊我係 MC， 咁啊梗係叫佢哋打個招呼先啦，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Lonnie Talk。Hello， 我係 Tanya。Hello， 我係阿妹。Hello， 我係 Yanny。Hello， 我係 Elka。Hello， 我係阿優。Hello， 我係 Cindy。我係阿爸。我係咪咪。好歡迎你哋啊！咁今日咧。人齊，不如我哋大會攝影師影張大合照先啦。好，大會攝影師麻煩。好啦，咁你哋都唔好吝嗇你哋嘅相機啊，繼續影相，繼續影相啊！前面望一望大會的攝影師啊！好未未？我望下正前面，咁我哋照顧下左邊的朋友，係右邊的朋友。好，上面的不如揮下手啦。Hello。好 ，very good。跟住咧，我哋望一望前面部攝影機啊！好，準備，前面攝影機依度，準備三二一。好，咁啊，趁呢個時候啦，咁我係思怡，咁梗係可以傾下偈啦。咁啊，你哋上年咧都喺唔同嘅頒獎禮入邊咧，都攞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啦。咁啊，又完成咗第一個嘅演唱會喎。咁啊，交出好靚嘅成績表。咁啊，今年完全咧又冇偷懶喎。咁啊，上個月好似你哋有首新歌啊，係咪啊？叫做《綠道山隔理論》。我都有睇噶。我都有睇噶，係啦，不斷都係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記住翻去未睇嘅，記住睇一睇個 MV 啊！咁啊，新一年都想問下你哋啦，嚟緊有啲乜嘢做呢？咁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，我哋出咗我哋嘅新歌，咁同埋咧，我哋嚟緊亦都籌備緊我哋嘅九同埋十呢首歌啦，希望大家要期待一下。仲有，我哋四月份就會有一個我哋被獲邀咧去咗一個亞洲嘅 sports event， 咁啊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啦。試多啲唔同類型嘅嘢，例如綜藝節目啦、拍劇啊或者拍戲，總之咩都想試下，希望可以俾多啲唔同嘅面向大家見到。哇，好正啊！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先啦。咁啊，我諗啦，之後咧不斷咧喺唔同嘅地方啦、活動啦，都會見到你哋噶。咁啊，大家多多支持佢哋啦。咁啊，我都想問下啦，你哋點樣去保持翻最佳嘅狀態啊？例如聲線啊，又或者點樣開聲嘅平時？係啊，我哋即係保護好喉嚨同聲線，對於我哋嚟講非常之重要啦。所以我哋可能喺工作之前啊，或者演出之前，我哋都會做一啲少少嘅準備。例如咧，今日我哋叫早餐嘅時候，我哋特登明明我哋已經即係我哋平時好中意飲凍嘅嘢飲啦，但我哋特登飲熱嘅嘢。咁樣就可以補養翻把聲。係啊，同埋其實另外咧，因為我屋企人都好中意煲好多唔同。潤喉嘅俾我飲啦，例如飲羅漢果水啊、蜜糖水啊，呢一啲都幾好。好幸福啊！係啊，同埋咧，即係人，例如通常我哋可能演出之前啦，咁都會去 warm up 下大家嘅vocal 嘅 muscles 咁樣啦。咁同埋好多時候，即係例如唱啲高音啊嗰啲，我哋都需要可能要啲潤喉嘅嘢咁樣。咁所以都會可能食下喉糖啊，即係我自己都會好習慣袋住啲喉糖或者潤喉嘅嘢喺身咯。
咁 Eclipse Person 係好啱你哋啦，咁樣。冇錯，咁我最近咧就梗係食 Eclipse 嘅草本潤喉薄荷糖個荷糖啦。咁佢咧就兩隻味嘅，一個就係蜜糖檸檬啦，另一個咧就係枇杷秋李味。咁我自己咧就中意蜜糖檸檬多啲嘅，因為佢酸酸甜甜啦，同埋我都知道 LT 大部分人咧都係中意呢隻味，因為我每一次咧拎呢一盒出嚟咧，即刻有半盒係俾人清曬。同埋咧，我哋每次經過便利店咧，想買呢隻味嘅時候咧，都係斷曬貨咯。我哋要行運好多便利店先買得到。同埋我覺得呢隻潤喉糖好方便啦，有時食一粒咁就可以幫我哋潤下喉啊。同埋最重要係咩咧？佢係無糖，食幾多都唔怕肥。冇錯，係 sugar free 㗎。咁啊，不如做一做個統計先啦。咁啊，在座嘅你哋咧係中意食蜜糖蜂蜜啦，蜂蜜落咗蜜糖，定係枇杷秋梨咧？好，準備三二一，我問一問先。蜂蜜檸檬嘅舉手，蜂蜜檸檬。哎、好，跟住就枇杷秋梨嘅。枇杷秋梨。你都覺得喎。咁啊，我平時咧做 MC 咧，其實都要準備一個 Eclipse 喺個袋裏邊嘅。咁啊，因為咧真係好需要潤喉噶。咁啊，我諗你哋都係好需要噶。OK。咁啊。係啦，而家咧你哋見到咧，坐台前面咧有一部咧 Eclipse 嘅限定遊戲㗎，咁有機會得到咧 Eclipse 作為獎品，咁啊一陣間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嘅。咁同埋咧71啊、Circle 機啊、八街都買到㗎，咁啊真係好方便。咁另外咧 online 嘅 HKTV Mall 咧都可以買到㗎，咁啊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喎。咁一版波板頭門，有冇聲聽下先？應該要吃多一點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開心的事就不要讓它停了。那早前呢 Eclipse 在 Facebook page 裡面就搞了一個活動，那嚴選了最有創意的20位朋友仔的留言，那我們分開呢，分別呢會四組呢會上來呢跟 Lolly Talk 一起拍一張照片。那活動之後呢，一下星期呢就會 Facebook setinbox 你哋張相噶啦，好啦，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俾啲聲嚟聽下先啦。好，咁啊，首先第一組嘅得獎者，多謝，咁可以上台啦。好啦，我哋要望住大會嘅攝影機啊。哇，好幸福啊，好幸福啊 ！OK， 好，唔該曬，好，麻煩可以落台啦。好幸福啊！好，唔該，有請第二組嘅朋友。Hello。我咧，我都係佢嘅支持啊！
你都係主角，你都係嚇被關哦哦，咁唔知佢咪講佢咪講第二層嘅唔知哦，唔係講佢咪講第二層哦。如果講第二層就唔出嚟，咁就唔拉我。咁後面影咧。首歌《异人探定故事》。Yeah.
個五種愛的物語，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唱嚟今日嘅最後一首歌，最後一首歌啦！大家上台先，啲咩？大聲嗌出嚟！都咁有團魂。今次我哋第一次唱一首新歌啦，所以就希望你哋中意。爭一分一秒，難再早點適應英勇氣候，物色幾多室友，情分剛。高楼是万花千变，怎么敢自足？神队友偏偏身披平凡星光，爱一个就放开手掌，想加一个，要跟你一起发闪，一起发电，以人品质三色感挂念。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，泪水一刻的攻占，神为失真拥抱一张脸。我空气都不过，期望发现谁能怀着信念，夜夜星空的光线，明白必须等你的亲自。谁最有那恨一的往往差错，各自是同共荣幸得可靠我队友。请你咧同台下嘅观众影张相咯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麻烦仪师落去台下先。咁啊，嘉宾们可以企起身，坐喺度嘅可以企起身啊。好，摄影师麻烦上嚟台前，系啦。我哋影张相先。